很棒的一个。再来呢，紧接着第一个开场表演是也在由加入我们的学员有全宁以及我们的亚邦，再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表演的大犀利。这证照办部分，那我们今天一个顺利，一个结序以及成果发表，与党国的长官还有我们的来宾，首先来一一来介绍我们与会的。首先欢迎我们的云林县，我们最漂亮、非常有气质的，我们社会福利、劳工权益的我们的副县长张副县长，欢迎您。好，再来呢，欢迎在我们的，因为我们这一班有。虽然30位是，然后也有7位是我们的大陆姐，就非常关心我们，一样也同乡来到现场哦。所以呢，我们荣民服务处的处长、副处长，欢迎您。还有非常关心我们云林县整个一个社服哦环境哦整个议题非常关心，我们立法委员刘建国，我们服务处副主任林元。还有亿万跟劳工吼站在一起的，非常关心我们劳工议题的吼，整个像上职训啊、就业都非常关心，就是我们的处长，劳工处处长吼，沈处长，还有我们的副处长，沈副处长，欢迎您，以及吼非常关心我们整个课程的办训哦，哎，要怎么办才能够好，才能够让学员学得快乐，学得有用吼，能够带出场的吼，把技术带出场哦，不。是我们的劳工处陈科长，欢迎您。还有我们在场非常多的一个记者先进，我们非常欢迎你来到这边，掌声欢迎。好，这是我们现场的长官来宾。那我们是否要先我们来支持好吗？好了，我们。我们的白处长。好，那还有我们立法委员刘建国刘委员的副主任，好，我们阿贵副主任，那以及我们尽心尽力、非常认真的我们的徐俊成副处长，还有我们的科长哈，这么多的志工朋友了哈，云林县的志工朋友，还有今天的主角法办有30位是吗？30位的我们所有结业的。我们的女性朋友哈，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我刚才进来啊，我就跟部长说，哎呀，我
礼拜早点到，最好是提早两个小时到，就可以帮忙免费。我就会直接跟你们一样的漂亮，而且买不起自己画，我自己画就比较。不过我们。那我相信呢，未来也可以帮是职业也好，或者是说可以帮朋友、家人，漂漂亮亮的。哦，人就要这样哈，哎，为自己，我是女生啊哈，所以我说跟大家讲，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我们女生要对自己好一点，我们也好看、好看、漂亮、美丽，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先爱。没有错吧哈，所以打扮的方式是一定要每天画得这么的美。我说哎，我们就每天重视自己的服装仪容，天天漂漂亮亮的，有美学的观念。别人爱你，你也爱别人啊，这社会就一片祥和。那就谢谢大家今天早上有。姐姐召集那个召集班，谢谢。对，好，来，那请学员，请让学员也一起上来，我们来在这边，学员全部请一起上来，好不好？然后班长代表接收整个证书，来麻烦，然后让我们长官来宾也可以一起，好不好？我们顺便一起合照。来，学员麻烦请一起。还有的可以站上去。长班来宾也麻烦一起哈，然后老师呢，我们麻烦一起。好了，我们看前面好了，好了，给自己国际语言一点，再靠近一点，比个赞。对，老师一起，赶快请老师。我们连晚上都用赖在教学哈，学员化完妆之后马上求救老师，这样对不对？老师马上怎么修改？国际语言比个赞，好，非常棒哈！来，七点就起来在那边整妆了哈。好，好来，我们再一张那个。领取由副县长帮我们颁发，对，颁发结业证书。好，谢谢，谢谢副县长，谢谢副县长。还有我们县长，还有长官来宾，为了关心我们，也要来给我们做致辞。当然，我们邀请哈，非常关心你。我是那个云林县农林服务处的处长白永成。那我们云林农林服务处这是一个服务的机构，那我职业训练，但是都主要是以男性的，都是一些比较坦克车啊，那个什么大货车啊，或是那个专业性比较高的这个班队。那今天来参加这个我们的。让我为之耳目一新了啊，眼睛一亮。我想说，我们农林服务处在办类似像这样的班级，提供给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训练的机会。要不要给处长掌声好不好？对，我们明年还可以在那边还有课程，对不对？有一些是融券哦，好。然后我今天因为。我们到时候这么多美丽的外那个什么驾驶，都可以到时候来亲自，因为确定确实就更加不一样。我们的志工是我们会全力投入投入来参加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认识你们也谢谢喜处长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大家。是我们立法委员刘建国。对吧？
那我们白处长，那我们社长，那我们在座我们，跟我们即将学业归程的那个这学员们哈，大家早安，大家好，很高兴的哈，能参加我们各学院的毕业式哦。然后我有些学员已经都拿到，大家，有一技之长，然后我有看到出生的哈，那更代表说哈，可能大家以后可以迈进老师师资之路来朝觐，也是蛮不错的了哈。我们不是今天学习完证照拿到的，那就好，我们还要继续的，然后把我们的所学，然后发扬光大。那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老师以前也是这个班级出来的，因为我本身这个，所以我有很大。助教讲师里面两位专业讲师，然后呢，其中一位讲师，两位其实我们四位讲师都是非常努力在为这个家庭生。我发现之后，发现四位讲师都是来自单亲妈妈，是否来热烈掌声给我们这位四位辛苦的讲师好不好？非常棒，我觉得他们没有放弃任何的生活，然后呢，怎么样为这个家努力，然后也给学员一个目标。然后我们两位助教呢，师资外表很盛，老会啊，两位丢的，口齿木讷哈。那今天非常高兴了，请贵宾，市长来了啊！斗六市的谢淑雅，谢市长，欢迎你啊！欢迎谢市长，还有白将军、恩贵，还有我们的副座哈。我们非常辛苦的这个活动啊，弄你的策划哈，所以康贵弄你的走了哈。啊，我只耍耍嘴皮，哈哈。非常感谢社会关怀协会哈的配合了哈。这个委外训练啊，一定要有团体啊来乘坐啊，我们才有。那我们这个劳动处的同仁啊，我们人力不足啊，我没有这方面的专长啊。那我今天非常高兴啊，你们结业了啊，你们结业了，我们这个有录片有。新作品啊，所以这个成也哈，非常的广了哈，有风格哈，有新作品哈，新作品，我们希望各位习得一技之长之后啊，不管是在职业的媒合哈，边吹的安慰，然后或者是自己创业也好啊，都能够增加一点收入啊，改善一下家庭的生活，甚至于啊，造福社会啊，来符合我们县长一再强调的，我们能够过得安居乐业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了哈。那么劳动部啊给这个经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各位能够习得一技之长。刚才我讲过了哈，也希望能够将来贡献社会啊，这是上主要的目的哈。将来我们希望。我们社会处啊，继续还有劳工处哈，以前我在社会处待过，经常讲社会处，因为所以哈，劳工处老板任何的训练班的话，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多多参与哈。我忘了介绍一个我们最辛苦的承办人哈，秋黄哈，这林秋黄大家都熟悉哈，常常去人查询哈，经常到班上去查询，就是他，去关心，就是他。他都是来关心所以我们秋王秋王也非常非常的辛苦哈，咱这个交下来感谢和平和平两位了哈，谢谢各位了哈，谢谢各位，祝福今天的活动啊圆满成功，更祝福各位今年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啊，非常如意的生活，谢谢各位，感谢大家。好。其实说社会处跟劳工一样，都跟我们福利有关系，所以呢，他虽然说人在劳工处，他还关心我们的福利，关心我们未来的一个福利，对不对？好，那劳工处呢，其实县政府他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政策一个策略，然后我们常办单位才有机会来办理相关的课程，成
来协助办理配合相关的课程或者是活动哈。好，在我们再欢迎我们在我们斗六的大，我们的市长也来到我们现场的，来，请为我们支持勉励，谢谢。啊，谢谢最辛苦的慧华哈，处长还有副座，白将军还有主任哈。各位姐姐妹妹大朋友小朋友哈，啊，最辛苦的承办同仁大家早安。早。哇，真的活动的话哈，真的是非常的棒，就我们村长都在讲说哈，新住民朋友来到了从异国啊来到了宝岛，好，可以开创另外一片新的天地，那这个天地的话是需要有人帮忙，有人给他一个环境，那这个活动哈，就诚如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说，与其给钓竿，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很棒的钓竿。那另外来讲的话，我觉得好，不仅可以自己有一技之长，甚至呢可以来创、来传承、开班授徒。那一棒接一棒的话，我相信的话，我们这个新住民朋友在宝岛一定可以开出一朵又一朵美丽的花朵。那最重要不仅说改善自己的家庭，我觉得更重要的话是要当一个快乐的姐妹、快乐的妈妈、快乐的这个婆婆，因为大家把自己打扮得很靓丽，那我相信最重要还是要根植于内心一份成就感。那这个自信跟成就感不是任何 SK2 可以来的一个荣光跟这样子的一个美丽，所以今天哈，我干嘛借我都非常为赞，主办单位非常的辛苦，承办单位嘛就辛苦，那老师的话更辛苦，同学学院的话也一样辛苦，那成见啊，美丽的成果都可以看得见，掌声啊，给自己一个掌声哈，谢谢谢谢啊，在这里谢谢，好谢谢我们市长为我们来勉励。没有错，我们的自一代的不是 SK2 可以粉饰太平的吼，然后所谓的一代接一代棒棒这样子传承下去，我们协会办训的目标中市长还有各位长官、各位来宾哈，你们大家早早。停车，因为我怎么停车找了半个钟头，所以很对不起，我迟到了。我在这里哈。替我们的学员幸福感有，大家都这么关怀你们，尤其是你们的慧华姐哈，哎，不行不行，不能叫慧华姐，慧华一直从头到尾都很关心大家。那我当理事长实在是虚伪了哈，讲拍谁啊？但是我一直都会在族群里边关怀你们。那有慧华，我相信我们这个社会关怀协会就会进展的很顺利。好，谢谢慧华。他们也很照顾我们这一些新来的朋友，谢谢。市长，谢谢你长为我们支持勉励。我立马主动点名，然后。秀的是由我们的全龄
琼丽以及瑞。两位。
是我们的亚文亚当与金玉，那金玉呢是来自我们中国大陆的姐妹。再来下一组，不管是在职训的还是心里面啊，今天很欢喜啊，可以再考一次。那如果有本地证照的话，你去那个美容美发店跟他说要上班的话，应该都找得到工作了。对，那找不水兰副处长，啊，那我叫翠花了，啊，你好不好？好，好，也祝我们今天的大会圆满成功啊！大家每天都可以快快乐乐的，好，心想事成，谢谢。也祝福各位我们的叔叔阿姨能够快乐。好，再来呢，我们紧接着一个表演，就是我们的学院要来表演花踢跳恰恰哈，黄衣来恰恰哈，啊，我们要一个快乐部分。然后黄衣来恰恰完之后呢，就来再来颁发我们的奖，要颁发奖状和我们的热心服务奖全。
好，
眼前的班方全勤奖以及我们的认真学习认真学习部分，我们要请我们的理事，也是在我们的议员，他是在我们议会里面来讲白头看美，白头看美哦。时间哦，所以同学有两位全勤，全勤的有房芬，恭喜您，以及梁金玉，恭喜您。然后我们这两位好像都是新住民，对不对？都是大陆姐妹哦。继续颁发，因为认真学习，我们议员是在我们议会里面是非常认真，在整个问政、整个关心这个社会议题哦。有庄美竹，以及杨玉婷，请出列。好了，请学员来，可以来跟老师一起合。对，真的辛苦，记得我们有约哈，下个礼拜继续要集训。老师也都把下个礼拜的时间都一直排出来哈，不止下个礼拜是前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老师希望我们这一班可以哈，大家都可以，好不好？国际语言，他任何地方。国际语言是赞，好，好了吗？好了吗？好，谢谢。好了，再来我们现场彩。不像纸图，纸图是同样的一张纸，它的
它的不像人有油脂，皮肤有油脂，所以画的是会不一样。那目前在台上的是我们的学员现场说的造型秀哈，实际操作的造型彩妆秀。我们现在画的是舞台妆哈，舞台妆。彩妆的部分，然后呢，我们彩妆，我们请各位可以在五分钟内可以做完成。然后我们下一个表演，请准备哈，我们要节省我们的时间，所以在彩妆的时候，我们先拍出素颜，让我们的学员继续来做彩妆。那我们准备，请玫瑰花下个表演。音乐，音乐。
因为你，因为我，我们才能够相聚在同一个学。我们是一个非常棒的姐妹，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好，非常谢谢。欢迎妈妈。雪君，你们好了吗？太好了。他是换一个大哥。起来，我们下来，妈妈嘞，来，我就在办公。妈妈上。是愈来愈歹做，啊！开啊一间上爽大酒家，啊是爽着你，艰苦着我。爸爸。是啊，你来了。大家好，我自我介绍，我是音感有名声，啊下感有出名。大家好，拢叫我王阿婶。啊，我拢吼。啊，恁爸吼，齐松，大家好啦。哦，阿翔，我等你足久来啦，哎。喂，话少说，啊，你不是要卖个嘛？是阮这间店行情上好，啊，人生做温柔甲美丽，啊，单纯甲体贴，啊，而且人是人家的，啊，大些来呢，真是的，是人家，好在世的。Thank you.
上红诶，你放一个，我家叫。上红诶，上红伫遐无，赶紧叫上红出来啦！上红诶，来啦，天少来找你啦。阿母，你请我有甚物代志？天少来找你啦。我今日来找你去度假。阿伯甲带离开，啊！你现在天有早来无啦？我无。你现在票价？有啦，一万块嘛。一万块，你个讲会出嘴？十万块，十万块，你是在边讲？十万。我为着讲，你袂贵，你袂幼稚，所以有年关到哪去？上海路七十七号，咱社会关怀协会。晚上下课之后集结去公园练习，然后连没有大人
人不放过，小朋友也一起脱下去练习。当然我们紧接着在台上表演的是我们学员手牵手，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演出，谢谢。
学，各位来宾，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我可以站在分享我在美容这上班所得到的收获。首先，先谢谢主办单位提供的委外职前训练课程，以及承办单位社团法人社会关怀协会协助，更要谢谢荣富老师、李厚老师，还有两位助教永秋老师、范小林老师的指导，谢谢你们。我们可能学得这么好，一个好的开始总是千难万难。我们班上大部分都是素人，也有同学从没有碰过化妆品。我们从一个早上化不好一个妆，从眉毛、眼影就像刮刮皮，然后眼影画成狸猫三太子，腮红总是画不对称，而口红从来都没有画在唇线上，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可以轻松的完成一个妆，而且干干净净，这是最大的成就感。然后在护肤的时候，刚开始大家把按摩油在脸上乱涂一通，也乱按一通，老实说，在脸上根本就没有舒服的感觉，我心里还。这真的是按摩吗？好，一直到现在，上护肤课是最享受的时候了。同学不论在手法、力道、仪态上都像极了美容师。这时候才发现，我们都在模仿着老师呢。老师不论在专业上、技术上以及仪态上，都充分地表现出一位专业美容师的特质。这是我们要共同努力的目标。在这三个月里，谢谢真凡同学，因为有你们，我才能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不断的练习，也因为有你们，无私的奉献您的卑鄙费力，好，让我们的化妆技术与选手更加的进步。谢谢各位同学，谢谢你们，也谢谢老师，老师我爱你，有你们真好，谢谢。好，谢谢我们 B 小妹们来做分享。那让我们邀请的是权力。下一位是李源，请准备。大家好，我叫权力，我来自大陆，很高兴跟老师跟同学们一起开心的相处了三个月的时间，大家一起学习专业的彩妆和护。欢乐的生活了三个月，吃吃喝喝都在一起，今天感觉都要有点舍不得。然后三个月我们不仅学习了专业的知识，也跟我们的老师跟同学身上学到了很多，包括我们的融资老师很亲切的为我们教导，所以我觉得可以跟他身上学到很多为人处事、亲切待人的方法。还有我们的越南籍的李厚老师，我觉得他是我学习的榜样，因为我觉得他很优秀，也很上进。然后，希望我以后也能像你一样优秀。加油！还有我们的两位助教老师，每天都。喊来喊去的教我们，也在这里都谢谢你们。最重要的是要谢谢我们的慧华姐，还有我们的丽霜姐，还有我们所有都非常感谢你们三个月对我们的照顾，还有我对我们的支持。那三个月很快结束了，我也非常的珍惜，也非常的珍视我们大家在一起建立的友情。那最后祝我们每天都开心，然后都能考过丙级，谢谢。好，谢谢我们。其实我就是哈，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持续的课，很多的，在学习过程中呢，学到很多很多的彩妆专业的。还有护，也交到很多的朋友同学们的身上学习，
做事的方式，也希望以后我能多学很多的他们的手法，一直做彩妆，还有经验很多的学姐，我也是相当感谢。有时候我学习成就的不懂的，都是问学姐那个玉雪姐姐，麻烦你站着。有时候东西任何的艺术的，因为你知道我们是新住民，有时候国字不太听得懂的，包含内容艺术的虽然懂，但是有不太很细节的艺术的，所以那个学姐都帮忙我很多，谢谢谢谢谢。还有也是感谢里面的学习的四位老师，荣氏老师、李厚老师、永秀老师，还有小林老师，也是三个月内也很辛苦教我们的，悠然是我们外籍姓雷的，就辛苦的，谢谢。谢谢，还有，引领社会关怀的，还有给我们的学习有机会参加的时尚美容美体教学班、秉持教学班，也感谢那个慧华姐给我们有个机会来这边参加学习，谢谢，谢谢大家。我来这边学习也是我第一个人是感谢我姐姐是阮礼厚老师，虽然她是敬我姐姐，但是我学这个哈是因为她鼓励我，我怕我没有那个能力的学，她说没关系，因为我看她那么辛苦每天学，然后半夜有时候哈补习国字还是学，敢读自己的，所以跟她一步一步走也蛮辛苦的，所以这次哈也是感谢我姐姐的。所以我常常跟姐姐说一句话，有姐姐真好了，谢谢。来，老师请站中间，好不好？坐下来。来，这边来旁边一点，我们要录影哈，录影对。好，来，好了吗？我们要拿麦克风，老师那个龙，因为龙子老师没有来起因，我们都不敢。好了，老师辛苦了，来。好了，好来，有没有人要拿麦克风？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曾经拥有过。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感谢我们荣智老师跟玉华老师对我们的教学，让我们学到很多很多的美容方面，从不会到会，真的谢谢你们老师给我的。好，来感谢我们卢老师跟李厚老师哈，好，非常棒啊，一个凭据。所以说我们好不容易能够，对不对哈？大家都本来都不认识。好，来站了，我们要全部，我们要感谢前面好不好？站前面，然后学员前统一一起来跟我们的，给我们老师说谢谢。要从这边旁边帮我们拍，帮我们录。好了，麻烦班长发口令吧。谢谢。好，请来给老师一个拥抱。好，来。部分，那其实今天来讲是，我们为期3个月的美容的。